小丁休息一下吧。可是仰泳我还不会呢。以后再说吧。好吧，现在几点了？4:35了，我们应该走了。我去换一下衣服。对了，你能开车送我去语言学室吗？好，我在停车场等你。你的车停在哪个车场？是健身房右边的那个车场吗？不是，是健身房左边的那个。那不是老师的停车场吗？你的车怎么可以停在那儿呢？你忘了今天是星期三，星期三下午学生的车也可以停在那儿。原来是这么一回事。好，我们一会儿见。